你好，我是刘妈妈。猜猜看，我们今天要玩什么游戏呢？看一下我手上，这是一只什么？这是一个锤子。锤子要干嘛？锤子拿来钉东西，咯咯咯，拿来钉东西，咯咯咯。看到我后面有一个柜子，如果柜子需要修理，我会咯咯咯咯。我这边有墙壁，如果墙壁上要钉钉子，我也是抠抠抠抠抠。我后面还有床啊，我的床缘，好，床头如果有不对，我要抠抠抠，我要修理它。我们修理之前常常会拿钉子，钉子，我拿钉子在这里抠抠抠抠耶，没错，我拿一根钉子来，钉子在这里，我要敲。扣扣扣扣扣，对，钉子拿来，在这里，我要这样，扣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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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。那我这里有一个很好玩的东西，是这个，这是一个洞洞，洞洞盘。我有洞洞盘，洞洞盘很好玩。看我可以插了好多钉子，一根。两根、三根、四根、五根啊！我要钉钉子了，我要钉钉子了。我要钉的时候，我就是这样拿着它，拿着它，我要扣扣扣，我要往下敲，敲敲敲敲敲敲敲，好棒！我要敲敲敲敲敲敲敲，对了，我要这样子敲，对，我要这样敲，对，好棒，看我敲，对，敲敲敲，我就是这样敲敲敲，啊，我说敲的这样子，对，你看多好玩，我刚才钉子从上面。我把它敲下来，对，敲下来，我还可以拔掉，拔掉，哎呦哎呦，拔掉，拔掉，啊，我这是一个豆豆盘，洞洞盘，洞洞盘，我说，拿一根钉子，钉钉钉，拿一根钉子，钉钉钉，拿一根钉子，钉钉钉。拿一根钉子，钉钉钉；拿一根钉子，钉钉钉；拿一根钉子，钉钉钉。好吧，我们把手拿出来。我的手有一，有二，有三，有四，有五。好棒！再一次，换一个手。一，嘴巴要说二。三，好棒！四，五，我可不可以两只手一起数一二三？一，好棒！二，三，四，五，我要唱歌了。我说，那一根钉子，钉钉钉，那一根钉子，钉钉钉，那一根钉子。叮叮叮，那一根钉子，叮叮叮，耶，好棒！两根你会吗？把手指头去找两根，那两根钉子，叮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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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如果用三根，你会吗？三。那三根钉子，钉钉钉；那三根钉子，钉钉钉；那三根钉子，钉钉钉；那三根钉子，钉钉钉。我也可以四根，也可以五根。那一根钉子，钉钉钉；那一根钉子，钉钉钉；那一根钉子，钉钉钉。那一根钉子，钉钉钉；那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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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根
钉子钉钉钉，那五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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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钉子钉钉钉，钉子，钉子，钉子要跟锤子在一起，钉子，钉子在这里，锤子在这里，锤子在这里，敲敲敲敲敲，锤子，钉子，我拿来敲敲敲敲敲，我拿来修修墙壁。啊，修柜子，敲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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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敲，我拿来敲敲敲这里，我要敲它啊，敲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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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敲，对，拿一根钉子，钉钉钉，很好玩。不要忘记我们的手指头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耶，拜。